教练，我觉得我好没用，帮不了球队得分。每个人在球队里都很重要，如果守护者队的进攻是一把剑，防守是一面盾，那你就是能把剑和盾都拿起来的那个人。沸羊羊，沸羊羊这球打得有点着急了呀。糟了，篮板，抢不到啊。漂亮，灰太狼这个篮板抢得非常的关键。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，能用0.5秒杀死比赛的是我们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我们要做的事只有一件，防守防守再防守，死也要给我把这个球防下来。是，来了来了，这太扣人心弦了。加油啊，爸爸。换防，换防！沸羊羊！哎！哦，是空中接力！守护者队想用空中接力绝杀比赛，不行！沸羊羊没拿到球，赢了。杨洋吸引了全部猎狐队的防守队员，球原来是传给灰太狼的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，3、2、1。篮球对于我们来说是希望，是荣誉，是未来。